想消耗的血量，如果刚才说话孤狼往前冲的话，不会被怪呢所打掉，但是如果暴击的话，孤狼就已经死了，也是没有赌啊，非常稳定，还是稳，非常稳定。然后刺骨就是刺骨最厉害，直接开始打了 A 到了，孤狼非常非常的危险，接回避斩，接着 A 有刺骨没有？有的，好，接着往下碰，三连接冲锋斩，看是不是三连冲锋斩，好的，依旧打到 A 两下，踩脚卡得很稳。日食接回避，好的，他应该带的是惩戒，惩罚重击，惩罚重击，接着刺广位了，已经不需要惩罚了，好的，哇，这就是但还是回避战打吧，这个回避战保护的不是特别好，这个看一下有没有技能，好的，反击战打到，哇，A 三下直接打空，没有技能了，但是现在没办法，剑圣没有任何反应，没有办法交浮空了。剑大，你看这一套伤害，剑圣很难，就是剑圣在投力，如果被抓到的话，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。是，好，直接好，上来金钟罩，哇，不要。就说现在很多啊，你看魂尊攻击判定特别大，在底部直接用他自己的咸鱼啊砸到了黑白的身体上，接着往前 A， 哇，89.13%，打掉冲锋斩用的依旧如此之娴熟，接着往黑 A 三连斩 ，nice， 总共是05，有没有回避斩？没有回避斩，很可惜，接着往前勾，一直在打，控制到。怎么拉回来？没有拉回来，这一个翻滚价值千金实现，笑回头刺骨 A 一下，哇，收拾很快，出斩直接挥砍 nice， 滚动一拍，好的，现在来说的话有优势 KK 转到了这个演员，有点小小的失误，这个旋转冲击不应该中的，回头还是吼到直接接台风，现在 KK 优势非常的大，优势非常的大，冲锋踢打起来，一拳好，哇，罗选手的冲锋斩用的特别好，三连斩回避斩翻滚接平 A， 好的，有没有刺骨直接重击，在极短的技能极短的距离之内容易出冲锋斩，而且打的伤害的他们俩做的已经非常好了，回拉接着平 A， 第三刀可能 A 不上了，非常懂 A 两下翻滚接平 A， 这波孤狼的操作细致入微，往后打刺骨基本已经死了，哇，好的，一套